哦，大家好，我是阿关。今天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影片上没有跟大家见面，就是应该这两年来 MCO 这两年完全没有搞过自己公仔的事情，所以。就是讲一讲这两年来，在做了什么东西呢？其实一直以来我还是在一间 animation 公司上班，做背景设计。然后MCO 过后发生一些事情，新冠肺炎开始进入马来西亚就。关于一些店啊，没有得开啊，然后运输出现问题，这大概都是这两点，这影响大家的生活，所以自己本身在做公仔的话，也遇到一些材料不足啊，还有运输的问题。导致到没有办法工作，然后再来就是在家里工作啦，MCO 在家里工作，然后一些 animation 啊、背景啊，通常在家里会可能上班会久一点，会上班到九点、十点，完全已经累垮。第一年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所以 MCO 第一年就发生这样子的情况，一直一年以来，在那第一年 MCO 第一年就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就一直忙到完全自己身心真的是累到极点。所以在2021年，就是去年就是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自己在休息比较多，完全提不起劲，就是做任何搞任何公仔的东西，完全提不起劲，就是想看着一堆公仔想要搞一搞，然后完全没有心情去搞，完全是累到极点了。就是上班之后，完全就身心疲尽，没有办法做公仔。所以来到今年，疫情已经慢慢好转，虽然也不是太严啊，讲也不是。也不是好转到那里去，但是还是一样，比起去年前年好转了好多，至少运输方面恢复正常，然后供应材料的厂也恢复正常了。然后自己已经休息了差不多一年，今年开始需要计划一些想要做的事情。这边四个小鬼是准备可能，今年可能会出现的四只小鬼，作为一套小鬼的模式，这四个其实是概念源自于我本身是一个摩托骑士哦，我已经上班下班已经常常每天日复一夜。上班下班
都是去这么多上班下班，已经迈入了第十六个年头，今年应该是第十六个年头了，没有记错的话。所以在我做我骑摩托的时候，就会遇到路上啊，会遇到一些小狗、小猫啊、小动物啊，瘫死在被撞死在路上啊。其实觉得蛮可怜的，而且我骑这么多，跟一般驾驶人是驾车的人，其实分别很大。其实我经过在这种小动物，就算是小动物，像一些老鼠，体积比较小的，像老鼠这样小啊，小兔子啊，被撞到啊。在路边啊，我觉得驾车的时候也没有太印象深刻，反正我骑摩托会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经过这种小动物的尸体的时候，它身上的那个腐烂的尸体的味道，其实已经灌进去我的那个。头盔里面，然后我有个面罩，我摩托的头盔是有个面罩，完全整个尸体的腐烂的味道是灌进去我的脸部里面，所以是非常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这种小动物真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所以做了，想说做这四样小的动物来提醒大家，驾车真的要非常小心，驾车放慢速度，尤其是在一些住宅区，或者是工厂啊，或者是在干风啊，放慢速度驾车，大概是这样。那今天大概讲一讲，今年会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也许没有办法出国，还是没有办法出国，但是还是会参加展览，国外的展览，可能台湾的会有，然后泰国的也会有，然后这四个公仔大概会只是出外面，还拿不定主意，因为大概会做的大概是小狗啊、小猫啊。小老鼠啊，或者是还有一个还没有长大。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看到的小动物，可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近期，所以这集其实也没有可以看到成品，只能小小。叙说一下自己在这两年，经历过什么东西，然后，未来的一些小样的公仔，会在做些什么公仔，这是比较新的一个接魂，我就叫它接魂吧。路上的小动物的小灵魂，这样啊，对，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沙僧，还有我的沙僧，还有我的唐僧，其实《西游记》哦，我没有 update 了，《西游记》大概今年。也会想会推出，大概
二月过后才会进入翻模阶段。因为新年的话，我的如果懂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翻模的桌子是在楼下我的停车房放了一张长的那个桌子，其实现在卖都差不多。二月是华人新年，那个桌子其实是需要被拿来拜神用了。拜神的时候，拜天公的时候可以拿来拜神用，所以在这段期间我正在大扫除我自己的工作室，大扫除我的家里，然后那个桌子大概会收一收，到过年过后才会正式开回，然后再买回一些材料，然后才能正式开工，再翻模这个杀手，还有我的唐神，陆陆续续今年应该会想在计划中，完全没有办法给一个确定的时间，因为现在的阶段还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偏正确的时间的可以出现什么东西，大概是安排在二月过后开始会进入翻模，所以这四样小动物应该可能在这个月会把它雕完，然后我之后再更新给大家看，雕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如果讲拍片的话，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拍，然后拍完了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剪辑，所以如果真的要看到影片的话，需要把它安排在影片的流程的话，时间真的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把它完成哦。而且我拍片的时候，环境啊、时间点啊，有时候会特别选择在比较安静的时候再做，因为毕竟家里会多多少少会有些其他的声音，会造成影片收音的品质。而且也不知道公司的东西会不会再次阻碍，这样。15分钟，先分享到这里了。之后有什么跟进，我还再上传影片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吧。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阿冠，拜。